武大马蹄的中国东莞慈济志工接引带领，来自中国四川的十一位大学生，趁着暑假来到槟城慈济洗肾中心参访。孩子们，这是我们的未来嘛，所以我很乐意的带他们过来参观，也希望他们可以感悟到慈济的这个爱，付出他们，由他们手心向上变成手心向下，回馈社会，这是我希望他们能做得到的。洗肾呢是要一辈子的。当我女儿第一次洗肾的时候，我真的心里动，她的针插在她手上，我不敢看。志工和圣友的分享，不仅加深了学生们对慈济的了解，更深深触动他们的心。其中一位医学系学生，希望将来可以成为用爱付出的医生。刚刚嘛，就是有一个姐姐介绍她自己那个洗肾的经历，我在想，我如果当一名肾脏医生，我要去怎么做好一名肾脏医生？因为我感觉帮助他人真的会快乐自己。在槟城的第一个个案，透过参访交流，学生们收获满满，同时也启发他们助人的爱心。带新闻马来西亚槟城卫立柔朱凯琳采访报道。